Fernie 第二天滑上单板了，感谢这个 A-Line 借给我的这个 Orca 的这个单板。本来是想滑这边的 Legendary Powder 的，据说哈，这是近几年来降雪量最少的一年。对， Snow Base 现在差不多两米多吧，已经差不多一个月没有下雪了，而且天气气温特别高哈，气温差不多现在有个零上个四五度呢。如果让我选粉雪板的话，我真的还是会选择这种稍微偏软一点的。现在很多朋友喜欢买这个 Jones 板啊，但是我觉得 Jones 板不适合大部分人。 Jones 板就是滑这种大山高速高手玩的，对，像我们这种就是力量啊，还有什么速度不会滑太快的朋友，其实还是选一块稍微软一点好控制一点的板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板哈，我轻轻这么一拉，你看板头就可以抬起来很多，当然也跟这个 LipTech 它这个偏 rocker 的这个设计有关系哈。废话少说，我们滑起来感受一下。哎，观众朋友们应该很了解我的风格哈，虽然说今天雪很差，虽然说我这个板还不太熟悉，但是我们决定第一趟还是先走一趟黑道热身，这边应该是比较难的一个黑道热身一下。 OK， 走起。板真的好用，名不虚传，名不虚传。它这个 magnetic traction 在这种不是特别粉的时候，咬地真的是非常非常稳，感觉没有一点 slip 的感觉，非常推荐，非常推荐，真的，万能板，真的是万能板。我靠，一般的人来这地方。感觉要被铲飞，直接给你铲山上去了。我靠，有点牛逼。对对，不过呢，的确这是节约成本的无奈之举啊。这边的很多缆车呢都是这种就是不减速的这种低速缆车啊，中速缆车吧。对，所以说这个上缆车铲了一下还是有点，大家要小心一点啊，注意一点啊，千万不要。对，我今天背的背包还是非常不对哈。昨天背了一个比较厚的背包，对。一定要脱下来，一定要脱下来，否则的话，一下就绝对把你铲掉下去了。
还要需要适应一下，因为我 setup 其实还是比较偏这个 powder 的，所以说后面呢不是很压得住，比较短的。然后呢，再加上它这个波浪刃，如果你刮水的时候抓地力的确很好，但是如果你是 carving 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它这个歪的就感觉，不是那么爽啊。对，但是我觉得适应一下的话，应该也可以，也是不错的。划最陡的坡，看最美的风景。我们来这里爬一下。休息了。哎，拼一波，拼一波。All right, baby. All right, baby. 我操！看一下，哇哇，来了！世界之巅，世界之巅！哇，看看，那边就是芬尼镇了。芬尼小镇，呜，我靠，感觉有点陡啊，这地方不是一般的陡啊。对，这次唯一的遗憾就是山顶这个 polo chair 没有开，不过也很好理解啊，大家不知道能看清吗？这个山顶上这些道好像都不能滑的样子，好像都经历过不知道多少次雪崩哈、啊。都没有什么雪的样子，对，所以说它不开也是有理由的。哎呀，希望有生之年再来一次，一定要挑战一下这边的山顶双黑，看看这个斜度，真的吓人，真的吓人。我们决定了从那个方向再去找一些山顶滑一下。频道其实挺不错的，但是我还想再过来看一下。爽。
有点不稳，有点不稳。最后放松警惕了，最后有点放松警惕，所以摔了。